这次非常高兴跟我们高雄市乐团啊，跟豫剧团两大团一起合作的这个《遇见繁花开》节目，非常非常的精彩。有文有武，我们豫剧团呢也是全力以赴啊，把我们最精英的啊全部都上来啊，那么希望带给观众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。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啊，在这戏里面安排了有喜怒哀乐啊，那也是我们三员大将啊，这个唱将啊，萧阳林呐、张宣平啊、谢文琪，还有我啊。一起来献唱。那么前三段呢都是以唱功啊或者做表啊，那么到了第四段，就是我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出很充满阳刚气的这个花木兰跟穆桂英啊，导演帮我安排了一个大鼓啊。振奋人心的，也把整个的这个气氛炒热了哈。最后还有一个大的开打哦，还有包括出手啊、耍鞭啊，这些只要是我们能够用上的啊、这些技巧啊，都把它表现出来，再跟我们高士国的这个音乐搭配在一起，是非常非常精彩。你在排练中看了以后啊，都觉得哇，真的感觉到是真的很精彩。如果说观众朋友你要错过这场表演的话，真的是非常遗憾的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因为只演一场啊，就是9月27号，记得是下午2点半开始，希望大家支持传统戏曲，支持我们的国乐，走进剧场来观赏我们的表演。